步枪机器隔音恐惧，缔造者回应，编程控制不足为惧。至东启10月19日消息，上周美国陆军协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，美国机器人公司 Ghost Robotics 作为参展商之一，展出其灵活而动态的四足机器人 Minotaur。 目前科幻电影和社交媒体对武装机器人的描述会令人恐惧，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机器人研究领域对腿型机器人的兴趣加深，而科幻描述让他们变得可怕。我们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不得已才使用武力的国家，新技术和武器的使用需要数年时间，而且涉及在文职人员监督下的武装部队的大量审议。